订阅关山 YouTube， 即时文法智慧顿开。三宝啊，它是非常殊胜，无论三皈依四皈依啊，大家就要都要珍惜。三皈依四皈依本质都是一样，那四皈依讲成呢更白一点，四皈依就讲成要受密圣戒，要大家这样子就会更清楚，就是说我已经皈依三宝，三皈依四皈依都是皈依三宝，那四皈依就是我决定要修密宗，要受密圣的戒律哦。那有的人就说我不要受密圣戒，我要受四皈依，就是奇怪就抵触了，对啊，他就说我要喝蜂蜜可是我不要甜，怎么可能，我要吃糖果可是我不想甜的，这样就是搞不清楚状况了，都是皈依三宝，四皈依就是要修密受密圣戒了，修密圣了。那这位刘同修他说，感恩上师赐福，可以在大悲法藏极乐家族清净道场积资进账，弟子想请示，弟子家族同辈手足有多位患有严重遗传疾病或精神疾病，两位舅舅的小孩，表姐患有遗传唐氏症，表弟有重度忧郁症，22岁时自杀身亡。但伯父女儿弟子的堂姐从小就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服药多年导致行动迟缓，去年11月44岁的时候过世了。弟子的亲弟弟80年次今年29岁也患有重度忧郁症，持续服药但剂量加重，被医院通报社会局有自残倾向。弟子感觉他像一颗未爆弹，害怕他出意外，弟子内心也时常深深恐惧自己在生命旅途中未知下一秒或下一世会有一丝会被上师三宝舍弃的可能，人生就会瞬间堕入黑暗。目前一无、弟子目前一无所有，如果被舍去，生命将失去意义，慢慢凋零。好，我就讲重点了。就是说每每想诵经修法发愿，被舍弃的遗毒便会发作，也导致工作时沮丧无法专注，路上陷入痛苦无法行动，要花好几个小时才回到住处。那有人听到要回家要花好几个小时，我们现在就没有业这么重的人，你听到人家那样业重的状况都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但是你有一点你自己不信业造重了，你就知道了嘛。那苦不堪言的，那个弟子也不懂啊。菩萨加持让弟子无意发现身体长东西，要开刀取出。可是时间点又发生在经济压力庞大，无法负担医药费时，让弟子心生疑惧。这第一点。第一点呢，你不要就是你说你要如何排除心中疑毒。刚才那个就是说菩萨让你发现身上长东西让你开刀，那庞大的经济负担医药费，这个不要再怀疑，这个应该感恩菩萨。要不是你最近做了一些善德，也没有办法让你发现这个东西，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啊把这个肿瘤取出。第二个呢，就经济啊医药费啊，那这个不用担心，这个真的不行的时候大家互相帮忙还是可以过关嘛。
啊，所以如何排除心中的疑毒，这个以上次给你讲过，你就是要每天多拜忏，可以的话多做一些，就是佛事义工啊，多做一些这些利他的事情，然后到佛前呢，回向。你也可以像这些在修忏悔的同修，一天啊，忏悔啊，12次，甚至更多。念佛号声音要念出来，让自己他人都听得到，深切忏悔。这个就是对冤亲债主啊，在你身上的这样不确定感，彷徨啊，恐惧，就过去啊，我们所亏欠的人，到现在有这种在你身上的。他有的感受在你身上现在显现出来了，而这些以前被你亏欠人，他的痛苦啊，是比你还要剧烈的了。现在受报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现象。第二个问题啊，弟子家族是不是有祖业？应该如何帮自己弟弟？这个那当然是有了。你现在怎么帮自己的弟弟呢？现在就是你自己照我这样跟你讲的，把自己精进忏悔，能够慢慢稳定下来，把业障消除到一个程度，自己能够站得住脚，站稳了，你才能再帮助其他人，不然大家都是共业在一起。所以你想帮助你弟弟或想帮助其他人，就是自己要先修稳定，先修好，不然没有办法。你看，今天我也才跟同学讲到，我为什么要学佛？我讲到我为什么要学佛？因为我自己看到很多人世间很多的痛苦啊，自己的和别人的，是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去解脱出来的。那所以我们要学佛，要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啊，我们就仰仗三宝的福德力的加持。我们就会变得比较有力量，越修力量就越大。这些力量呢，包括能够解脱种种痛苦的功德力，就是皈依三宝，如法行持以后，它会显现出来。如果没有皈依三宝，没有如法行持，那你就是势单力薄，你只能随业流转，束手无策啊。所以，你说要为他多念怀业祈祷文，连17支7清文，这都可以。所以你在拜忏的时候，也可以观想啊，这些你的受苦的家人往生的现世的，都在你的旁边后面一起拜佛，让他们得到上师三宝的加持，这个也都很好的。所以，你要，你还说你要去救一只羊，来作为功德供养上师。你看做这个事就很好啊，连是7支7见闻呀，要念1000遍，很好啊。这样的，其实这也消你很多业障。希望你持之以恒，我觉得你会越来越好的。你看，就上一回我就认得你嘛，上一回你写单子来，到现在你就有很多。戏剧性的转折了，对不对？很快，很有力量，你看一定会越来越好。点选右下角订阅观音山 YouTube，开启小铃铛，就能收到最新开示与直播通知。